你没走完他还会给你的。是哦。对啊。Thank you.
一点。滴滴。因为咱要去坐公车嘛。嗯。你到这边坐下去，没有地方可以抓电，电波会很惨。上来可以看，哎呦，小心小心，慢慢走。
手会很累啊。没压力。你要讲啊。